大家好，我叫徐嘉诚，今年23岁，来自吉林省延吉市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我是你的爱情魔法师，如果你要跟我走，我会让你过上幸福甜蜜的生活。我说我一看16盏灯都灭了，我还在想，我说直接进入爱咋咋地吧啊。没有，今天我给这个16个女嘉宾带了一份魔法的神奇礼物。但是你16盏灯都已经灭了，小伙子。答案在这个礼物里边会揭晓的。那我下面可以去拿一下礼物。你先别着急，先别着急，都慌了。你看他自己刚才可霸气的灭了吧，灭完了之后。